古典乐郭采洁《巴黎舞蹈魂》。日前，古典乐同郭采洁去到法国巴黎拍摄新片《巴黎假期》，其中一幕两位要在巴黎铁塔之下跳华尔兹，几咁浪漫啊！只不过浪漫嘅背后都要经历几番辛酸嘅，介人两位都唔系咁精于武技，要由导师轮流个别教授啊！郭采洁保中练舞之后正式埋位啦，终于两位仁兄两分钟的戏拍了成两粒钟啊，好彩最后都叫做大成功。